大家好，我是维嘎，我今天呢在叔叔婶婶的旅游景点的这里，他们要开始营业了，所以今天啊弄一个小的开业仪式。他们在那里正在宰羊，牛羊呢已经接触到新鲜的草了，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开始宰了。我们是冬天和春天不宰，春天呢他们要下羊羔下牛犊，冬天的话是太寒冷，加上牛羊特别瘦，现在呢正是可以宰的时候。小车后面清理之后的把羊放在上面，这样宰的话比较干净。我们宰羊呢是统一用的是开膛的这个方式，在肚子上开一小口子，然后手伸进去掐断大动脉，这样的话呢它食道里面的脏东西不会流进血里，血也不会太苦，待会儿用于灌血肠的时候血是可以吃的。太详细的画面就不给大家看了。他们在清理羊肠和大肚，清肠挂肚，反复的清洗几遍，然后再灌的时候呢，里面是用羊血和的这个白面或者是荞面都可以，里面加葱蒜，还有依个人的口味加香菜也可以，有菜花也可以。挂羊肠的时候也要放这个肥油，才会更香的。我就记不到这么多，真的。可以吃羊腰子，这个时候留一点肥油，然后煮的时候，煮的时候和烤的话就非常香。这是胸叉肉，我们一般看作为是羊肉当中的精品，所以上供啊或者是有重要的客人到的时候会给上胸叉肉。加上这块的皮没有剥掉，是然后拔掉毛之后，剩下的细毛呢用火燎了一下，火燎出来，然后就非常干净，加上这块的肉呢吃起来非常香。开始放了，一定要是冷水下锅，然后放盐煮，不放其他任何调料。烫水里面直接放的话会烫坏这个肉的组织，冷水下锅呢保持它的这个颜色和组织口感，然后放好肉之后直接放盐，因为手把肉是骨头上带的比较厚的那一层肉，先放盐才能保证盐的这个味道渗透进肉里。盐，然后我切好的那些葱蒜香菜都割好了，正在割肥油、白面、荞面，把血浆的这个部分给拿掉，然后用纯血加一点温水，不然全部都是血，羊血的话会有苦味。最原始的方法，选择比较大一点的一方，然后用手撑一下，灌一点，然后慢慢这样推一点，还是非常弯曲的，不能一下子灌进去会把它撑破。Thank you.
三八叉喽，又是我们的蒙古语教学环节。文具当中，我们今天学习橡皮擦，橡皮擦叫巴拉鲁尔。